好，下一套啦，呢度我想闹嘅就係所谓嘅第三季啦，理论上啦，只有神知道世界的女神篇。咁大家要諗下，大家睇睇啦，原來監督我換咗嘅，原來第一二期呢高樓之人呢就換咗大隻胡天劇都換咗嘅，係係啦，咁當然啦，呢位監督呢，如果大家有睇呢，原來呢位監督係第一次監督嘅，同埋編劇就係呢個蒼田英姿啦，咁係咩嚟嘅呢？大家可以唔知可以睇返我的妹妹蠟姐莫可愛動畫版啦，以一個非劇情而聞名嘅編劇呢，就係、是。好啦，咁啊，當然啦，講之前咧就成日都係講啦，男主角啦就去獵殺人，即係要獵咩遊魂嘅，獵唔係溝女為主，獵殺其次，你搞錯曬啦，都係冇貴馬。咁啊，貴馬啦，咁當然啦，咁啊一個叫做魚炸族啦，好似打戀愛遊戲嘅，人哋喺二次元溝咗無數嘅後宮㗎，係，但係神啦，攻略之神。但係咧就驚啦，而家就經過愛麗絲就叫佢去幫手獵下遊魂啦。咁啊，契約咗之後，今次去到第三集，原來就要講到去旅程篇咯。至於前嗱呢套嘢係完全唔承接之前嗰兩季動畫嘅，大家記住，記得第一、第二季臨尾嗰陣，嗱我同何寶都講過噶，第二季見到臨尾好多女仔出嚟嘅，跟住我就鬧啦，豈有此理！咁做法做一年都未做完咯。冇錯，係再裝飛咗大概兩季廿四日劇情之後，先做到而家旅程篇嘅係。係啦，旅程篇咧，如果大家有睇漫畫，其實係第13至14開始入去嗰個漫畫度嘅。咁但係咧，佢由第一集出嚟咧就非常之快，好多回憶畫面，嗰啲好多女仔，就係佢之前第二季同埋旅程篇中間劇情溝過嘅女仔啦，就係、是。但係呢套飛曬唔會。基本上係嘅。咁當然咧，入面嗰集女仔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漫畫嗰個劇情咧，其實冇咁短㗎 ，cut 得。咁當然都有講下咧。其實佢阿桂馬其實係每一即係而家咪揾緊其中嗰個幾個女神嘅，因為其中一個受咗被舊惡魔卡蘭被舊惡魔吉中，被惡魔吉中，咁啊就跟住然後你要召喚翻另外嘅五位嘅女神去救佢啦。咁當然其實咧中間佢要咧就經過推論之後就係話要揾翻阿桂馬曾經要錫過嘅女仔。咁但係咧就其實桂馬如果大家有睇漫畫，其實桂馬係逐個女仔都要試㗎。而唔係好似佢咁樣咧，斬咗就話啊，結果發現到佢諗到就係話，原來同佢同班啊接近嘅咧，就可以就會機會大好多。而其嗰啲就打曬交叉，其實一早唔係㗎。如果大家有睇漫畫，嗱咁有啲分別啦。動畫首先係由西圍唔係三倍速，已經係十倍速咁飛啦，就係、是、佢筆記本有十幾廿個女生咧，佢係逐個逐個去 check 嘅漫畫面啦。動畫飛又飛曬得翻五個人啦，就咁另一方面就係佢之前攻略個女仔咧，動畫。同女神篇有關係咧，就純粹回憶式 skip pass 過就算啦，咁冇詳細劇情交代到嘅，所以大家唔知道傑女無啦啦入咗出嚟，倒追阿神大人啦，天文台個部長唔知做乜鬼又成日配官就成日走啦，呢啲係大家可能唔明白，就真係睇漫畫先知嘅。點解我咁批評動畫版咁貴咧？因為佢完全冇照顧過漫畫即係動畫動畫觀眾嘅需要。當你一個讀者，你冇睇漫畫就睇動畫嘅話咧，你完全唔知道做乜嘅係。都可以咁講啊，因為真係幾。那個速度幾快，加上我如果冇記錯係咪第二季咧，其實都去到有唔止13集啊，好似20幾集㗎。係啊，我都話做多年期先做曬咁多位女角，即係我嗰時何寶都同啊唔係喎，第一二期都12集，咁夾埋20幾集嘅，大家都要記得翻先得㗎。係，唔係最緊要就我同何寶其實分析過嘅，就呢套嘢其實咧最好睇係睇神大用佢假裝自己溝女，但係咁樣 cut 曬就冇咗啦。另一方面就係呢套嘢佢係本身。原本第一、第二季太慢動作，其實根本就溝條女唔使溝咁耐嘅。尤其有啲女仔後面女神邊係唔會出場嘅話，你而家仲要做出嚟咧？你即係一攞苦嚟新嘅就搞到一兩頭唔到岸。其實係啦，加上再仲有一樣嘢都幾即係幾令到成個節奏幾差，就係、是、因為即係佢要今次咧，其實佢已經唔話再去揾一啲方法攻略。其實佢一路喺漫畫嗰度，佢都係好 stress 上一樣嘢就話。佢要一次過攻略五個女仔，咁其實佢係最後其實佢想做到最後呢個結局就係咁，咁但係佢就好似咧，而家點講咧？又俾出嚟又冇乜新意，因為其實你要去呢個情況扭橋咯，就其實好多中間嘅細微位其實佢要做嘅，咁但係其實少咗好多咯，我覺得就佢太快，佢 cut 咗好多嘢，即係無啦啦都四圍跑，你覺得好似好快啊，但係其實中間佢心理轉折啲位啊，即係攻略。揀賽斯位係冇曬，差唔多係。同埋佢有一樣嘢唔係太好嘅，我唔好中意佢話咧，佢用五個即係同一時間攻略嘅時候，佢用翻差唔多五個同一個模式去攻略嘅。除咗阿傑伊啊，即係除咗個女白男裝嗰、那個。傑女係。傑女係傑女。係咁傑女其點啊？係算啦，橫掂動畫都唔會做啦，同我講。咁傑女就係動如動畫咁講啦，溝嗰陣就因為輸區雲影響啦，就身體對住咗，亦都係神大人類體化嘅開始就係、是。
咁呢個故事幾得意嘅，大家我強烈大家推薦睇翻漫畫版，你先知發生乜事。如果你唔知嗰幾位女神之前同神壇咩瓜葛咧，你睇後面劇情會好辛苦嘅係。係啊，所以大家如果係即係不如喺呢個漫畫鋪買翻呢、這個咩《機神追女攻略》啊。一動畫二季你見出場，嗰五位女神咧，其實得三位入面係前面動畫一二季有做過，另外兩位動畫係未做過嘅係。系啊，咁所以你見啲每億劇情啲攻略啲關鍵啲 keyword 咧，你完全知發生乜事嘅係。係啊，所以睇個漫畫就知咧，睇動畫啲鬼知咩大佬。同埋漫畫版個轉折位寫得幾仔細㗎，即係完我諗同楊慕文喺嗰個想法咧，我諗動畫版係有距離，我感覺上係啊，所以即係感覺上，哎呀，我好似欠咗啲嘢，但又答你唔到，又好似好難明咁啊。即係我哋有睇漫畫，我哋會知，但係咧我唔睇漫畫。又好似我唔睇漫畫，我又點去理解呢？即係佢點快法呢？即係頭先話揾人極速細咗五個人之外呢，最簡單就係消防呢突然間變咗消，突然間做咗卡洛角色啦，扮咗啦就其實原作都轉折一陣間，佢今集一死咗之後，喂一俾人插咗把刀之後，喂你快啲過去扮卡洛，跟住冇嗰件事就即刻就，一係嚟冇劇情差唔多係。不過我都有啲考慮，因為呢其實呢我唔想喺度穿橋啦。咁當然大家幾個即係幾個女神阿波羅啊嗰堆呢，其實都係為咗掹嗰把劍而去，其實佢嗰度個劇情佢都需要快喎、啊、即係其實如果漫畫嚟講都好快講咗呢單嘢，但係而家我見佢整咗三集都未完，其實我最驚未撩到個女神出嚟咁滯，我最驚我唔驚佢快呢個驚啦，最要佢驚佢改劇情，因為講埋啦，佢原作漫畫呢統一都係卡龍嗰條友呢，唔係漫畫唔係動畫嗰個人嚟嘅，係換咗㗎，我驚佢即係冇個角色之冇個惡魔之後咧，我驚後面劇情會改啊！真係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因為其實佢舊惡魔人派上嚟咧，其實仲有一個中間嘅嘅 key 嘅位置，即係幾關鍵人物喺嗰度，但我而家仲未見到個關鍵人物出場，一個戴眼鏡嘅關鍵嘅惡魔咗啦 ，key 咗斬咗啦。如果係咧，就好麻煩啦，因為成個嗰個故事咧，其實好因為嗰個人而。令到其實新惡魔嗰堆人呢係搵到啲線索㗎，如果咁樣轉咗呢我就覺得失望啲囉，因為你又講漫畫打啲啦，呢套嘢其實真係慢意識嘅，佢每一幕雖然好似好悶，但係其實佢報緊伏線，後面一次就轉就轉得好正嘅，但係如果你咁 cut 法，究竟編劇係咪真係博得返故事先啊，畫返條橋先，我幾懷疑嘅，尤其呢個初年英姿條友啦，我完全係對冇任何信任感嘅係。咁啊，即係希望就唔好搞喎，就呢篇啦。因為其實呢、這個機神追擊攻略，我自己本人嚟講啦，我係一個好鍾意呢個佢個古仔個扭橋，我覺得楊慕文係寫得好靚。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你話動畫版係爭咁遠呢，我覺得真係有啲嘥咗囉。咁其實又冇計，因為始終頭兩季係完全慢出啦，杯杯爆死咗啦。咁佢肯做第三季，我覺得已經好抌半啦，我覺得真係。咁灰啊！我諗住起初好慢。神就話佢唔應該咁拍㗎啦，套嘢你。關於女神篇出場嘅女角，你真係擺動畫二季度冇關事，啲女角你 OVA 出軌就算啦，真係你唔攞嚟搞佢自己，即係自己玩死自己叫做。咁啊，即係睇下點啦。咁啊，當然啦，就大家如果冇咩補充，俾下一套咯。去下一套。